挑战全随机上超营第二天哦，就是这个感觉，就是这种随机开盲盒的感觉。今天这个阵容说实话还可以啊，小胖虎我有点会玩，正所谓艺高人胆，不对，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应该这样适合我。踢了，赶紧溜啊！来，哎呀，给你一个秘卷，还交了一个通灵，那我们这一波血赚啊！来，拍地板，怎么样？看不见了吧？关灯了。来，大招，端盘开饭，兄弟，好好的吃哈。来，钻，跑，没事，直接替身拍地板，兄弟，先拿下一个小老三的。哇，班主任啊，心里面稍微有点害怕了。没事，送气旋替身，直接顶过去。哎，能走，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拍地板。哎，无能狂怒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过来过来，等一下，等技能，等技能，等技能。我去，哎呀，我去，蓝猫，没事，拍地板，拍起来了，他会替身，啊，叫蛇。哎哎呀呀呀呀，没事，直接上去接，直接上去接。呀，这一波有点赖宁，管他呢，开饭跑了。啊，打到一点，没事，走。哎，给你个秘卷，不知道这个秘卷，哎，没打到。来，起立，吃石头，钻地鼠，掐你脖子，继续。他要走，哎，没事，替身。他敲蓝猫，来举石头，哎呀，砸到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接不了，但时间快到了。没事，这一波这一局我没有拿下，又攻下一层。你可以不相信老白的水平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胖虎这个忍者。这个忍者玩得很溜的话，他可以媲美任何 S。 走，来交通灵，也他在霸体啊，关灯没关掉，完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害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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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顶你。哎，还是害怕，走走走。哎，大拍地板，他踢了，手里毛都没有，没事，我还有普攻，打到。哎呀哎呀，奥魔一啊，实话实说，这个忍者我不会呀，我知道他是在避忍中很强，但是我这不会呀。没关系，任何一个高手都是在实战中总结经验从而成长的。我刚说我要成长，你让我看拖把就过分了。来，替身抓到一波机会就可以吓他一波血，抓不到机会的话，看来是没有抓到。不要逼我用通灵，漂亮。来，往前一压，霸体又开了，这很烦人呐。来，我想反身。哎呀呀呀呀！我真怕他直接来一个水龙。哦，漂亮。来。区区一个二代，我先吐你一口老烟，你过来过来。哎，还真过来，不客气啊，我替身抓他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这么的猛，就是这么的撸猛。大招水头法，你让我看几遍子。一秒替身就有机会了。哎，啊，落地了，我们还有两波机会。妈来了。哎，抓他一个后摇，兄弟炸身，你这个血量带走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来波三连吧，再见。